比利子历经家暴、外遇，独自养带三子，却又离奶两次。如今的他过住这种生活。比利 Billy Wham， 1952年1月27日，台湾女歌手、女演员，本名王雪娥，有“超级奶模”的称号。如何踏入演艺圈？帮包翠英上电视打歌，第一次上的节目《综艺100》，第一张专辑唱片，那就是你。拍普唱片，第一次登台表演，5岁半在太王面前演出。第一任丈夫是西班牙与菲律宾混血儿，生下大女儿裘比，二女儿裘伊。第二任丈夫周雨后，1988年生下周汤豪。除了唱歌、出唱片，也演电视剧、主持综艺节目、拍广告、设计服装、写书，是个全方位艺人。1975年，他在美国巡演4年，是华语歌手在美国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个艺人。2002年，他与儿子周汤豪 RAP 部分共同演唱演出 MV 歌曲《谁是白痴》，收录于《华步向左》专辑中。2015年，他与 Miss Cool 葛仲珊共同演唱演出 MV 歌曲《帅一帅》，Soul Train， 收录于 XXXIII 专辑中。